我们今天呢上的是 G 跟 K 的音标，来 G 是有声子音还是无声子音 ？G 是有声子音发个 ，K 呢无声子音发可。来，我们看到 G 的部分 ，G 第一个给一呢放在字尾不发音，然后 I 呢 E， 所以给。give 缝隙，来第二个缝隙 ，a 发 a， 所以个 app gap， 第三个女孩 ，ir 发 r 的音，所以 g 个 r 个，然后 l 放在字尾发 u， 所以女孩 girl。来字中的部分，来手指，我们看到 I 这里发 E，N 跟 G 一个读音发ER 发 R， 所以手指 finger 这边的 N 呢，它是发的音。G 发个，所以 finger。那它有几个音？几个音节？两个音节 ，F I N 一个 ，G E R 一个。好，接下来忘记，来 O R， 之前提过发二 ，E 发 A， 所以 O R 发二 ，F 发。二 fur， G 发个 at， 所以忘记 forget， 那它有几个音节？有两个音节 ，f o r 一个 ，g e t 一个。来，再一次 ，a 发 a， 前面的 a 发 a 的音 ，a i 一个读音发 a， 所以。A 发 a，g g g，g g，a，again， 前面的 a， 所以再一次 again。那还有两个音节，第一个 a 一个自己自成一个音节，然后接下来 g a i n 一个音节，所以总共有两个音节。那接下来看到放在字尾的部分，第一个哇。I 这里呢发短母音的 e， 所以的 e， 个，所以挖 dig， 腿，我们的双腿，一只 leg， 一只腿 leg， 所以 e 发 a，l 放在字首的时候发 l， 所以 l a leg，g 发 g， 所以 leg。腿，来鸡蛋，你们每天吃的鸡蛋，来一这里发 a 一样发 a， 两个 gg 只有一个读音发个，所以蛋 egg。来，接下来我们看到无声子音的 k， 来放字首，第一个钥匙 kkk， 一。Y 这里只有一个读音发 E， 长母音的 E， 所以可 E key 钥匙 key 清洁的，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形容词。来，这里的 C 放在字首发 k 的音 k， E A 发 E， 所以我们。K 发C 发 K，L 发 L E L， 然后 N 发所以 L E L， 前面发 K， 所以 clean 清洁的 clean 的，来晴朗的一样是形容词 ，C 一样发放在字首发 K 的音 ，E A 发 E。E，
乐意，然后 R 放在字尾，放什么？发二，所以呢，clear，clear，晴朗的，clear，晴朗的除了 clear 除了晴朗的，还有清楚的意思。It's very clear，就是这非常的清楚，清楚的。It's very clear。来，放在字中。第一个市场，市场，来，它有几个音节？有两个音节。第一个音节是 mar 一个，ket 一个。来，a 呢？这里发 r，r 发 r，所以 ar 我们会发 r。这边的 e 呢发 e，所以第一个音节mar，k 发 ket，kit，所以市场。Market，market，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超级市场叫 supermarket，supermarket，supermarket，来，接下来第二个地方的，地方的，al 放在字尾发 o，o。然后 o 这里发 o 的音，所以这有几个音节？两个，lo 一个，cal 一个。所以地方的我们怎么拼？l 发 lo，lo，k，k，o，co，local 叫地方的，local，local。来，接下来口袋，口袋，O 这里发 R，CK 呢？这里就一个读音发 K，K，因为 C 本身有时候会发 K，K 也发 K，所以这两个碰到只有一个读音发 K。E 这里发 E，所以 park，eat，kit，pocket，pocket 口袋。所以只有两个音节，p o 一个，c k e t 一个，pocket，pocket。来，接下来看到放在字尾的部分，o o 这里发 u，所以 look，look 叫看，看。接下来挑选，i 发 e。e c k 发 k h e pick 叫挑选 pick，接下来最后一个黑的，这是一个形容词黑的。a 呢这里发蝴蝶音的 a，b l 发 bl，因为 bb，l l，所以 b l bl，OK。了，black，black，黑的，